希腊议会选举投票7号举行，约有990万选民参与投票，正式投票结果将于8号公布。据悉，选举原本应于今年10月举行，但在5月26号举行的欧洲议会选举中，希腊总理齐普拉斯领导的激进左翼联盟在希腊国内获得24%的支持率，而反对党新民主党的支持率则超过33%。齐普拉斯随后宣布提前举行议会选举。